失能、失智，还有身心障碍者，拢需要长期的照顾。不过，新北市家庭照顾者关怀协会就表示，这照顾者长期照护所产生的压力其实是真重的。这协会也建议讲，照顾者会当找心理辅导、艺术课程、照顾知识相关的课程，来帮助这照顾者稳定情绪，勇敢来面对。跟走开已经走开的老公跟他说：“嗨，我回来了。”那、啊、你今天还好吧？那由兰提出家己做的两身红啊，一身是伊过身的红色，另外一身身躯顶有一只墨血。伊讲这代表伊家己。那由兰讲，因翁因为癌症，伊家照顾十个月，无眠无日咧照顾，一直到伊过身。当初咧念红啊的时，因为做照顾者的压力真大，互伊感觉真孤单。什么？那其实我当下我是很想当一头老鹰，因为我不想困在我目前那个状况之下，我被绑得很紧，然后我自己也很痛苦，我家人看我也很难过。后来刘玉兰经过念头课老师的引导，甲对翁婿的思念，甲对家己的愿望寄托伫咧作品内底。家庭照顾是担头真重的工课，亲像失能、失智，佮有身心障碍者，拢需要长期的照顾。根据卫福部的统计，112年当照的需求人口大约有86万人。新北市家庭照顾关怀协会也表示，因当期有针对照顾者开艺术，也是心灵辅导的课程等等，即卖有办成果展，甲照顾者家己的作品展示出来。只要家里有发生照顾事实，大概65%都是由家人承担。纵使现在长照已经到长照2.0了，其实大概还是有破百万的家庭照顾者。另外，协会也表示，希望用更加侪课程、心理辅导、设立照顾者据点等等的方式来支持这照顾者。面对2025年台湾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，未来照顾需求增加，希望大家做伙重视家庭照顾者的处境。记者张家杰、曾俊佑新北报道。